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耨多罗宝经经本第255页，我们今天从255页经文第七行复次大会这个地方开始讲起。我们请看255页经文第七行第一个字起，复次大会，如来非如虚空常，如虚空常者，自觉甚至众聚无异过。大会，譬如虚空非常非无常，离常无常，一意即不聚，常无常故，故不可说。是故如来非常，复出大会。若如来无生常者，如兔马等脚以无生而常故，方便无异。以无生常过故，如来非常。我们继续前面所说的，名如来非常非无常啊。这如来一体，这如来应供等证据。因为如来是从体性来讲的，有体就有它的相，就有它的用。你看，在如来来讲，它的体是佛性真如，我们真如本性；它的相就是无量的智慧德能啊，那相。那它的用能够普入法界，就要有情了。而这体相用并不是三个，是一个。因为具体即用，即用具体。像有镜子，它就有相，就会照，啊。所以它镜子你不照，它也照虚空。你把它盖起来，它照那个盖起来的布。啊，如来也一样，有它的体，就有它的用。以他的如来的本体上，如果他不示现，啊，不示现法界，如来的体性永远是，啊，极照十方法界的常极光图。那个常就是体呀，那光就是遍照十方法界，十法界三千诸法呀，啊，那个极是清净无染，他的大极大用。永远是清净无染的，我们一照就被染上了，一看到就染，就攀缘了。所以啊，我们用的是心力士的牵牛啊。那心力士的牵牛跟如来跟佛性，和如来名常非常啊。为什么如来非常非无常呢？因为我们众生的心力士啊，那体性就是佛性变出来呀，就如来藏变出来的。啊，因为你起心攀缘变成心意识的牵牛，它就不能显佛的智慧德能大机大用。所以啊，它不是常与无常的两边呐，它不是没有啊。所以现在在我们这五蕴身里面呢，在我们五蕴身心里面，并不是如来无常，
这是你念念往外攀缘呐、啊，起心动念就往外延，就三七六数就出来了，它就变成新意识的牵流，那当然不能显如来的大机大用啊，不能显法身般若解脱啊。你什么时候放下万年呢、啊？你这无因法变成如来的体大相大用大，就这一点而已啊。所以它不是无常啊，对不对？它不是无常，你放下万年，它的现前，但是它也不是常，因为你现在在起心攀缘，啊，在心律式的牵牛，它不能显作用。因为法界就是一个如来的体，是绝代的东西，绝代的东西它怎么会变成两边的常与无常呢？今天这个浩瀚的宇宙就是它变出来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整体都是它，每个人都是全体性的、啊，就是我们糟糕，就是起心攀缘，着在相待能所断常有无。这不能开显出来呀、啊！啊，你什么时候放下万年呢、啊？用离相待能所断常有，破了着相待能所断常有，破了以后离也要放下来了。用觉破迷，迷破了觉要放下来，离迷离觉啊，那就心律是不再往外攀缘了。如果你用觉去迷，把迷破掉了，还存了觉，还在觉照，那还是心律式的牵流啊！名上立名啊，心律式的牵流，那如来不能开显出来啊。那这心律式的牵流，心律式没有体性啊，心律式哪里有体性、啊？心律式的体性就是水啊，哎，就是如来啊，就好像浪的体性是水啊。从我心起，我举例啊，水因为被风吹起来了。所以它失掉了造性啊，所以对造性对水来讲，它非常非无常。风一直它起的浪呢、啊，浪没有体性啊，浪的体性就是水啊，但是它起的浪呢，就是造就显不出来了啊。但是虽然造显不出来，但是它不是无常啊，因为水的法性就如是，它本来就这样啊。你让它动起来，它就不能显了。那风一停呢、啊，还有它静下来，它造性就显出来，所以说造性非常非无常啊。那主要我们只要放下万年，你的无因法就如来的体，就这么简单。放下万年，无因法就是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就这么简单。你只要放下万年，你的八十五十一心所当下就是四字菩提，无二无别。所以哪里有常与无常的问题？问题就在自己啊，往外缘呐、啊。所以你如果不了解空性呢、啊，你怎么能够放得下？我告诉大家，现在就是空的，因为它的如来藏，如来就是你那念觉性，你要好清楚的感觉出来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不是你用想想的，那直接感觉就是有，它就是空的，就感觉那么清楚啊！要有这种感受出来啊，你修行一定成功。我绝对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一定感觉出来。感觉他眼前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它是空性的东西，第一空啊，因为它是生命的，它是觉性的，它是生命的本源啊，它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功能啊，所以它就随缘变现了某一种东西，那个东西在随缘，在不断的变，不断的缘上加缘，一缘缘起一切法，一切法在互相缘，互相缘变成了我们这宇宙万法。基本就固体、一体、气体这些东西不断的缘，就变成我们宇宙生如万丈、年年种种。它的总归就是一个如来藏，就是一个空性。它变成我们有情众生的心法，变成我们气世间的色法，全体都是它。就像你那念心变成了梦境，无二无别的，眼前就是空。它真的就是空啊！我不是嘴巴在讲，感觉出来，这个感觉最重要。这叫渐渐契入空性，感觉就是这样。你这个感觉出来，怎么会放不下呢？眼前都没有东西啊，它只是幻境而已啊。我举个例子说明，你看到我们现在，啊，有你的房屋，有你的金银珠宝，有你的身体，有你这种种的东西。如果今天有一颗很特别的炸弹，一炸可以炸出一万度的高温，太阳表面温度多少？6000度。摄氏6000度，就太阳表面，它就可以把什么都化为气体。如果有一个东西一爆炸，化成1万度的高温，
眼前所有东西的气化不见了，当下恢复成空，而且那个气温一变，它就变成了什么分子啊、电子、原子了、啊，统统变成就没有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根本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所以那个如来藏妙真如性，也就是我们如来藏啊，它随着因缘、三系的因缘等等，幻化出什么？知识、电子、中子、夸克这些东西，几个夸克变成了知识，啊，变成了中子，变成电子，合合起来变成了原子。那这原子再怎么合，这些原子变成分子，各种分子再合，变成每一种气体、固体、液体。这气体、液体、气体的分子再混，变成我们世间的森林万象、林林种种。它一个高热可以完全再恢复成一个空性了。一个基本的能而已啊，所以今天呢、啊，我们法界真的就是你看到这个，我们有地球啊、世界啦、啊，这虚空法界等等，其实它就是用大能场变出来的。所以现在科学家也渐渐看到这个事实，所以今天有个强大的能场一射进来的时候，一个超大的能场时空改变，现在都利用这种时空改变，一下可以。跑到不晓得哪个世界去了，时空改变就是一个很大的能场，一变化就变了。所以也许一个超级的能量的大能场一个爆炸，我们不晓得跑到哪个世界去了。这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嘛，假的不是真的。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变现出来，如来藏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它永远都是保持了如来藏，永远都是保持了空性的东西啊。永远都是当然是活的，它是我们生命的本源、啊、生命的体性、啊、它是活的，算是不断的变 啊，可是它永远是个空性。那我跟大家讲，你一定要了解这个真相，你才不会用有作意的因缘去把它看成空啊，你才会慢慢关照，慢慢放下来的。当你对不对，你要放下来，你用压的那个放下来不是真的，放下来自自然然真的静下来了。就好像水平面，如果它的起浪，你用个薄薄的塑胶布把它盖起来，好像风吹不到水，它平了，那不是真的。那个水，那个塑胶布啊，薄薄的塑胶布烂了，荡又起来了。你要了解真相，把风停掉了，那就永远不起浪，造型都出来了。所以我告诉你，外道就像用个薄薄的塑胶片把那个水面盖住，不起浪，但是到了某个因缘，那个塑胶布烂掉了，水又起来了，定境又丧失了。我们佛法的道理就是根本把风起掉，但根本把风起掉，你真的要放下万缘了。那怎么放下呢？了解它是空的，就这么简单。当你心里攀缘，那这空的，我为什么被它骗了？不要往外缘了。我内五阴是空的，外气界也是空的，我的心色恶法的五阴身心气暴气的全体都有一个如来藏，它变出来的东西，它有扛行的命啊，这整这个大梦场，这个梦境是个能量的场而已，一扛呀、啊。好了，放下万缘，放到这样，不用放了，因为没有攀缘就不需要放，不需要放下万缘，因为你攀缘要放下万缘，这样知道它空了，慢慢放到最后，既然没有攀缘，你这个放下万缘不要了。好了，如来显出来了，常如来性显出来，原来你的五蕴就是如来藏一样，原来你的五蕴就是佛性、啊、那我们所以我们这五蕴有佛的五蕴、声闻的五蕴、凡夫的五蕴，凡夫五蕴就是八十五识心所啊。那佛的五蕴就法身般若解脱啊，就是四智菩提啊，你知道吗？啊，所以你看这五蕴，大神的五蕴可以化为我们八个识啊，啊，那个受蕴啊，那个色蕴是一念心动看到了，那个受蕴的前五识，那想蕴的第六识，行蕴的第七识，识蕴的第八识，大神五蕴可以用这样分。那你看，如果当你不往外缘的时候，不用往外缘，是破你往外缘啊。如果真的破了往外缘，绝对不能还存那个不要往外缘啊，那个才叫中道实相心啊，才叫如来啊，才叫如来性啊，才叫真如啊，才叫佛性啊。
你还有不要往外延，那不对啊，那还是新力士的监流，还是在新力士啊，还是佛性还显不出来，还是在无常里面啊。啊，当你用不要往外延，放下了，往外延放下来了，中道实相心，中道实相心就佛性，佛性见田。啊，那你看，第六识变成什么？变成妙观察智。第七识变成什么？平等性智。第八识变成什么？大圆净智。前五识变成什么？成所作智，就如来的五蕴。你看，就这么样啊。所以佛性非常非无常啊。真的就在这里，你心不用外缘，所以你心着的相待能所断常有，这就往外缘嘛。所以为什么阿罗汉他真证不到佛性呢？因为他往外缘呢、啊，他缘无常无无漏无尽，心外见法不明自心呢、啊。他心外看到了涅槃极尽了，不知道涅槃本质涅槃极尽了，就好像我们在空气中，我们天天我们呼吸得很正常，你根本没有感觉在呼吸啊。如果你感觉你在呼吸哦，呼吸很正常，那呼吸不正常啊，因为你心外见呼吸啊，阿罗汉就心外见涅槃寂静，你在涅槃寂静里面就不需要再加上个涅槃寂静，那就是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三德涅槃就是这样，体用一如，如是什么？啊，这个始终不变，一致而无差别，就像镜子。忽来忽现，汉来汉现，变异多端，但是它始终不变，一致而无差别。净照就是这样，用如来性就是这样。所以啊，你只要落在心意识牵牛，如来性就开显不出来了。你离了心意识的牵牛，它就跑出来了。说它不是常，也不是不非常非无常，因为整体法界都它，它是绝代的东西，怎么会在两边呢？法界就是它，所以法界就真如啊。真如就如来藏妙真如性了、啊。我们这些道理都不容易懂，但是这是非常重要，这了义的道理，你才能够放得下呀。啊，放得下，如来性就开显出来了。啊，我们上个星期就是说明到这一点。那今天啊，因为这如来常与无常道理很深。所以我再重新再把前头稍微再讲一下，那我们继续来说明今天要讲这个部分，请看经文。护持大会，如来非如虚空常，如虚空常者智觉甚至众计无一过。那如虚空常叫什么？住虚空，心住空啊，心有所住，住空。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要叫我们心如虚空，但不住空相，又告诉我们心如虚空，无虚空之量，那叫什么？柯然荡惑，整个心柯然荡惑，但不是去住它，它的柯然荡惑，荡荡心如藻，就是那种感觉。这样的空，这样的空寂的心，他才能够做到什么？虚空无相，而不计万象发挥啊。你住了空，他都不能发挥了，他的空住在那个地方啊，他着相了、啊，住心了、啊，住相身心了、啊。你住了空身，对不对？那就被什么？你所有的智慧都被空把你压了，啊，任何东西透过空再显出来。他都差了，他都不是正确的，都偏成空了。所以你看那个四空天人，啊，他昧色归空啊，住于空啊，出不了三界啊。这不是叫你住空，不是叫你住完空，啊，住完空，那就成有体无用无用了。那要什么呢？恢复他。空而临，临而空，叫做虚临不灭，我们又叫做空临不灭。但是你不能空临不灭，但不能有空的感觉，啊，不能有空的量，不能有空的相，那就是柯然荡惑，整个心宽啊，心非常的宽，啊，非常的宽，心空寂，非常的宽，荡荡心无杂，
忽然荡惚，什么都挂不住，就那种感觉而已。那你为什么能够做到什么都挂不住是那种感觉呢？因为你知道空性，这个东西毕竟不可得啊，哦，五蕴身也不可得，它的空性变出来的啊。今天这个世界是这个身心世界是我自己的如来藏行列发现变现出这样啊，是同分妄见、别妄见感现出来的东西啊，是妄见跑出来的，它体现的是空性的如来藏啊。啊，当你起心攀缘，心动，心念一动，马上放下，放到最后，哎，那种空寂的心就不断的显出来了，不断的显出来，一点显一点。哎，你妄想又起来，那空寂心都不见了。那你妄想越来越少，哎，空寂心都跑出来了。那空寂啊，体质空寂啊，它又跑出来了。那不是去助它的，没有一点去助它，也不会去想它的念，它自然就。心空寂，忽然荡惚，一点一点现，一点一点现，它自然就会这样。所以你不了解真相，不了解诸法实相，不了解宇宙万法的真相，它的如来藏，它的空性本来就是空的，它的你自己的一心，它的心体，这种不能思议的功能，一种心，一个觉性的心体，它变出来，它当下即空。你慢慢用这样观，观到最后呢，放下，放到最后，它新的东西啊。我身见淡了，我执淡了，分别心淡了，好了，那个空灵不灭的心，一点透一点，透一点，透一点，不断的透出来，你才会跟正量相应呢、啊。否则你用空压住，什么作用都没有了，那是住完空，那种叫完空的心呢、啊，出不了三界的。不要说是啊，修这个断烦恼出三界。那是出不了三界，也断不了烦恼，因为你是用空把什么都压住而已啊，它变成完空，有点像外道的无想定，变成完空了、啊。所以如来非如虚空常，如果你住了虚空，那你当然觉得，你看我永远都是像空，不是这样的常、啊。如来的那个常根本没有常的感觉，它只是具体即用，即用具体啊，只是能够开显真实的。智慧啊，他那个具体即用具体即用具体，当下都是跟解脱相应的，都一切不染的。所以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啊，都是跟三德涅槃极尽永安相应的。啊，所以体用不二，体用一如啊。啊，那如是始终不变，一致而无差别啊。那如果你心住了那个常那个感觉，那有体无用了，变成住完空了。所以非如虚空常，他说是如虚空常者，自觉圣气重聚无异故啊，对不对？你认真的修行，结果心里就住了一个空了，啊，那个心，啊，心住了虚空，变成完空了，那还有什么智慧呢？还有什么般若呢？还能什么我圆观一切啊？那还有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啊，还有三轮妙用。能够观众生的机缘啊，气理气机教化众生啊，那都是从佛性中开显出来的，从真如心中显现出来。你住一空，它都完全开显不出来了。所以啊，自觉甚至重聚无异。重聚什么？如来藏妙真如心里面含藏一切功德妙用，重聚万德庄严。恒沙妙德，三明六通，十力十八不共法，不可思议的智慧德能都没有意义了，因为你住了完空，顶多有点小神通，啊，因为有定，感了一点小神通，那小神通有什么用？鬼都有小神通了，那鬼道都有小神通啊，所以我常讲，啊，我们讲，觉得那个会解脱阿罗汉。又叫做无通阿罗汉，没有神通，因为他是用慧观的，以四念珠观，观到最后真的断见之后了，啊，那一种叫具解脱阿罗汉，啊，他修定四禅四空，啊，最后，啊，这个修八倍舍、八圣处、十一切入，入灭禁定，哎，入灭受想禁定，嗯，那入灭禁定就有点像。那个涅槃寂静那种乏味一样的。
几近永安，那就有神通了，有三明六通，是阿罗汉的三明六通，不是佛的三明六通，即解脱。那我们就觉得那会解脱阿罗汉，这没有神通，那不是跟我们一样，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只是他神通佛不承认，他还是有啊，他知道几千年的事情，几万年的事情他都知道哦。他有他心通啊，但是知道了，有限了，有限度啊，他有啊，那佛不承认。佛承认的神通要怎样？阿罗汉神要知道五百大劫的事情，不是知道几万年的事情，不行。五百大劫前后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哎，阿罗汉的神通，那不是这个境界，知道几百年、几千年，这鬼都有了，天人都有了，那叫什么阿罗汉？阿罗汉是出三界了生死的圣人，你跟天人的神通一样，那叫做神通啊？不算啊，这种六道众生都有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啊。这六通都在我们的心性中具足的，是众聚具足啊。这里讲的如来智界众聚无异过，这三明六通十力十八不共化，都变成没有意义了，因为你住了完空，不是空而你临而空，所以要知道那是波澜荡惑。什么东西都挂不住了，什么东西都挂不住了，啊！所以为什么心像镜子一样，忽来忽现呢？汗来汗现，忽离开了，还对不对？那心又恢复清净了，什么都挂不住，所以叫波澜荡惑，叫荡荡心无着，那一种叫做空而零，零而空的，啊！所以那种零而空，空而零，就接近你是极而照，照而极，极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在修静坐修禅定中的时候，那种感受就会很清楚的体会到，啊，所以我常劝大家要透过禅定静坐的用功。但静坐如果你是用压的，当然你要入手，你没有先用数息啊、念佛等等先把它扶住，你心是乱了，你怎么起观？所以叫依止成观呐、啊，依观而后能够知止啊，依止。开始的心念动，心念一动，就看看他如来藏空了。我为什么动？我为什么打妄想？我为什么要患得患失？我为什么要是不是人我是非感情的这种分别？哎呀，都是空性的东西，马上关，依止成观。如果你的心在乱，你根本就关不起来。那往外远的力道之强，马上把你拉得跑了。所以依止止住了以后，那心念又开始动，止住的时候，心念开始动，马上关来对住它。就是看那东西，我根本被他骗。衣冠再来知止，知是什么呢？资源，帮资资助，资本的资了，知止帮助止，衣冠止放下来，这样学习止观双运，从静中学，在动中再来用功，慢慢在静坐的时候，这样观久了又自然就不会去压它了，不会去压的话，那种心心急急急急心心，那个急而躁，躁而急。感觉就出来了，那个感觉就比较接近你空灵，空灵不灭，而不是心住于虚空，啊，所以我们要训练，用这样去训练。所以佛法中了解空性是非常重要，了解无声非常重要。为什么？眼前的境界虽然你看它有声，我们人什么东西都要经过自己制造，啊，你觉得有声，其实它体性都如来藏，因为你在人间法界啊。人这个身体本来就是假的、啊、对不对？生下来本来这个身体都是假的、啊、只是因为你的业识来到人间法界，人间法界的生活方式就是你要自己去做啊，一切都是像梦境中在做梦中的事情而已啊，啊，你要了解这些道理啊，才可以帮助你放下呀、啊。所以如虚空常的自觉甚至众聚无异过啊，大会譬如虚空非常非无常，离常无常一意记不记，常无常过故不可说啊。这样的虚空不是叫你住一个空，佛陀即虚空的样式，虚空无相，虚空无相，所以当你心里是无相，但是虚空不具万象发挥啊。当有物影的时候，虚空变成黑色的，
当有浅云的时候，虚空变成白灰色的，啊，当没有云彩的虚空变成了那个光蓝色的，当了黄昏或者那个日出的时候，虚空变成了金黄色，一片金黄色的，你看它那么自在，它随缘应变的，可是什么都挂不住啊，啊，如果是虚空住常，虚空常，好了，它永远虚空，啊，阴天它也虚空，它也不会变成那个乌云天，它也不会变成黑色，啊，那如果晴天，它也不会变成蓝色的，啊，那日升、日出或者是夕阳，它也不会变成金黄色，变成漫天云霞，非常的漂亮，它无相，它不具万象发挥啊，你的心也是这样，当你证得佛性就这样。你没有作意的因缘，那一切住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自生自显，像虚空一样，这么活跃啊！所以叫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啊！啊，虚空也是一样，任性，任了虚空之性，所以外面的因缘它也不断的在来变化，虚空不是固定死的啊！所以要心如虚空，不住空相。又讲了，虚空无相，而不去万相发挥啊！啊，它可以发挥。要学僵啊，啊，他不僵不迎，不会去抗拒，也不会去忍耐。你来了，他就现这个相，这么自在啊，什么都挂不住啊。当你离开，他又恢复了虚空的样子，啊，而这美丽的云霞离开了虚空，也不会一点点的依依不舍。那恐怖的乌云密布，狂风暴雨，他离开了，哎，他在那里，啊，那个狂风暴雨，虚空也不会恐惧。等他挺过了，虚空又恢复一样的晴朗，什么都无碍啊。所以啊，譬如虚空非常非无常。如果虚空是常的话，那绝对没有这些现象，啊。如果是虚，那如果是虚空是无常的话，那这个过后以后，那就不可能恢复原来的样子。所以虚空非常非无常，我们佛性也是一样，啊，它永远都是极而照，照而极。啊，忽来就像镜子的照性，它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忽来忽现，汗来汗现，永远都是极尽永安的。所以啊，像虚空非常非无常，离常无常啊，意义具不具，常无常过故不可说啊。所以虚空离常也离无常，所以它能够运用自在啊，才能够变迁。变化多端，应用自在，它离常有常啊。我们佛性也一样啊，所以它才能够啊，应化自在啊，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啊，无量的智慧德能啊，应化自在啊，所以离常无常。如果你有住，那就不行了。你一住就受了它的影响了，一住就心外现法了，不能随顺我们的真如自性的应用了。所以虚空如果有住，住的东西在那里。那就不能那么灵活了，一样啊。所以佛陀教我们要无所住而生起心呢、啊，无所住而生起心，哎，那就是真的是这个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啊，三德密藏。无所住而生起心，那就是成所作住嘛。无所住而生起心，随顺法性，随顺因缘，能够承办度化众生的事情呢、啊。成所作之，教化众生呢、啊，所以像虚空离常无常，也离一义，不能说虚空啊，东南西北的虚空啊，它有同或者不同，那根本离这些名相啊，离一义啊，虚空就是虚空，哪有什么东南西北，是你把它分的、啊，所以离一义，离聚不聚啊，也同也异，非同非异，那、啊、你这个真的是离四相皆百会啊，也离常无常过啊。故不可说啊！啊，佛性也一样啊！啊，体空寂啊！只要你放下万念，它就现出来了。哎，它应用如红河沙，具足众寂啊，它就开显出来了。你一往外延，变成心意识的牵流了、啊，那就变成凡夫的造作诸业啊，啊，就造业了，它就不能开显它的无量的功德啊，而却不知。我们这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这五蕴法，那体性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体性就是佛性，随缘不变，不变不变变出来的。
因为你往外圆了，它变这样。它如果你圆得很厉害，你贪嗔痴很重，那变成我们三恶道的那种因缘了。它的体性也就是藏妙真如性了，通通都是佛性呐。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了，它体性的一真了，就是佛性，就如来藏变现出来的。所以故不可说啊，是故如来非常。所以如来啊，你不能说它常，不能说它无常啊。如果你说如来是常，那他现在怎么不显？啊，那如果你是说如来是无常，那不是从有变成无吗？啊，对不对？从有变成无啊，可是他现在还是在啊，这体现是他、啊，就好像那个水，它没有风的时候，它能够照啊，显空中的倒影啊，风一吹动起来啊，那个照线不见了，它不是无常啊。它不是从有变成无啊，它只是不能显而已啊。当我们心往外圆的时候，佛性它也不是变成没有啊，它只是不能显而已、啊，所以不能算它无常啊，啊。所以啊，是故如来非常非无常啊。护持大会，若如来无身常者，如兔马等脚以无身常故，方便无异啊。以无身常过故，如来非常啊。那这个无身常是什么？就是外道的方法，以身指灭，或者是以灭指身，以身指灭，升起一法，把其他都压住了，或者是把念头全部压死了，让他这个不起心不动念了啊，这样的无身常，觉得这个心不动了，没有变力的无身常，所以呢，像无身常像。兔马等脚以无身故而长，就像兔子的脚跟马的脚，它本来就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兔脚马脚，对不对？它本来就没有，你说它长，那个无身长，你用以身指灭，或者以灭指身，把你的心呢压住了，你说它是长，那跟那个兔的脚跟马的脚一样，它本来就没有啊。你用这样的场变成佛性的功德，全被你压住了。所以你看，那个无声场，在六祖坛经里面，沃伦禅师就是无声场，啊，沃伦他修禅定，他自己觉得有功夫，所以他自己就做了一首偈子。他说：“沃伦有伎俩，能断百思想。”见悟心不起，菩提日日长，这就是无生长，啊，他说他有功夫，啊，这个能断百思想，哦，能够把心整个压住了，无生了，能断百思想，不起心不动念了，啊，说见悟心不起，所以看什么东西，整个心都不动了，那心不能动，就不能圆观一切啊，就不能帮助众生啊，就不能观机说法啊，对不？你自己觉得很清净啊。这只是把烦恼扶住而已，连断都达不到啊！这是扶烦恼，完全被你压住啊！这是定所得啊，定很深的定功把它扶住而已啊。那见悟心不起，他觉得叫菩提日日日日长，菩提是觉是智慧啊，被你压死了，他还怎么日日长？最后变成了无想定啊，跟外道一样啊，心外见法了。所以六祖大师他说这个句子有问题啊。啊，他六祖大师做了一首偈是更正沃伦禅师这首偈子的疾病的、啊，他的病在什么地方？六祖大师就说：“我慧能没伎俩，我不断百思想，啊，我见悟心速起，我菩提怎么长？你看，啊，六祖那他没有功夫啊，为什么？他心不往外圆呢、啊？他连往外圆的也没有了，啊。”那他这修行的功夫一定是透过不要往外圆，到最后打成一片，自然不往外圆。那这就是六祖大师的功夫。所以我以前极力说明，就好像我们走过黑暗的地方，他看到树底下有个鬼影，很害怕，人家叫你念佛啊，念咒，哎，你果然念不怕了，啊、哦，觉得那个鬼伤害不了你，你走了不怕了，走到那里自然紧张一下，马上念佛念菩萨名号。不怕了。有一天你说给朋友听，经过这么害怕几十年以后啊，有一天你
说给朋友听了、啊。朋友说：“哈，你别那个怕了，我带你去，我带你，我带你去看，去抓那个鬼，你还有点怕呢。但是你想，你朋友既然这么有信心，好吧，跟着他去吧。走到那个有鬼影的树底下，三晚上啊，三更半夜啊，啊，摸黑前往啊，到那个树底下，用那个超亮的手电筒往树上一照，一看，哎，原来是个轻便羽翼，破旧的轻便羽翼，被风一吹，那个羽翼还不容易腐烂呢、啊，啊，那个羽翼的，那个插在那个干树枝上啊，那风一吹，羽翼有两个袖口，一晃一晃，还有一个头也晃晃的，看起来远远像个吊死鬼，吓得要死啊！看到以后，嘿，原来是这样哦，被这个我那吓了那么久，太不值得了，看到真相了。那真相以后走到那个地方，因为下得太久了，会紧张一下，放下他嘛，他根本这羽翼有什么好怕的，那就不怕了。这样走到呢又紧张一下，刚开始还是紧张的，很强烈的紧张。这羽翼有什么好怕的？放下他。经过一段时间，慢慢那个紧张越来越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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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弱了。哎，到了过一阵子，没有感觉了，不需要再放下了，因为已经没有感觉了，无感了，按照就是无生法忍。而我们了解空性也是一样的，用这样的话语，就是空的东西有什么好紧张，有什么好挂碍的，有什么好牵挂的，有什么好害怕的？毕竟空，包括我这身体都空，有什么好害怕的？慢慢放到这样，啊，那慢慢的叫你放下，有什么好挂，有什么好放不下？最后放到最后，没有去攀缘就没有放下了，这是自然而入的。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我慧能没伎俩，我不断摆思想，啊，为什么？他就是以前他了解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在森林中，对不对？用功了十几年了，16年了，到最后大成一片，功夫大成一片，没有怪的。我没有攀缘，为什么要放下万年？我没有缠缚，为什么要解脱？对不对？哈，这是我们用缠缚所以才解脱啊。”我们处处攀缘是要放下万年呐、啊，我没有贪嗔痴，要么要戒定慧，所以这都是两端的事情啊，所以只是把它破了、啊。说我没有迷，为什么要解？六祖慧能大师就讲：我没有迷，为什么要解？我没有放下，没有攀缘，为什么要放下万年？让他随顺法性，他的心真的就像空而零，零而空，心如虚空，不住空相，豁然荡惚，荡荡心如浊，说随缘，自生自现，随顺法性，像虚空碰到了。未密布变成黑色的，碰没有云，碰到了淡云变成白色的，淡灰色的白色，啊，那晴空万里晴空乌云变成蓝色的，晚霞我变成美丽的彩虹啊，彩那个美景啊，那个入声呐 啊太阳那个。朝日的时候，哇，显得金黄色的天际，它就可以完全是自生自显的，虚空没有作意啊。但这个环境的变化，它自生自显就会变化无穷啊。六祖慧能大师他心清净了，他不攀缘，所以不需要放下万年，他没有缠缚，不需要解脱，那随顺他，那随顺法性，他乘法行，这真的真的无为法，真的不二法，真正的不二法。所以六祖慧能他说：“我慧能没伎俩，我没有功夫啊。”我没有需要放下万年了、啊，因为我没有攀缘了、啊；我没有需要解脱啊，因为我没有缠缚啊；我没有执着，所以我不需要不执着啊；我没有去分别，所以我不需要不分别啊；我不会去染呐、啊，所以我不需要清净啊，我都不需要，我没伎俩啊，我不断摆思想，我随顺法性，我一接触，哎，自生自显，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自生自显，那个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正是四字菩提，正是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有体有用，体用不二，这么自在啊！不断摆思想，见悟心速体啊，那都是般若智慧啊，根基说法了，见悟心速体，怎么运用，怎么自然，自生自现，啊，菩提怎么长？因为你迷啊，所以要菩提啊，菩提是破你的，菩提是觉啊。是觉啊，是你迷，所以需要菩提啊，立一个方向啊。
我没有米，干嘛要菩提呀、啊？对不对？因为你的作用具体大，具象大，具用大，它就是菩提性嘛。这是相对在的东西啊，真的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呀？这是相对而生的境界啊。那六祖慧能说：“啊，我慧能没伎俩，我不断摆思想，我见悟心速起，我菩提怎么长？因为它就是在菩提里面了、啊。就好像你现在说，哈、啊，你现在说，哎，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呼吸，现在都在呼吸，对不对？”你还需要呼吸吗？不需要啊。你还要说呼吸很顺畅，你不需要，因为你本来就很顺畅嘛，你本来就很自然的。六祖慧能大师就在这么自然里面呢、啊，真的是道法自然呐、啊，啊，就是这样的境界啊。所以啊，以无声常故啊，以无声，你要把它压住了，像那恶人禅师把它压住了，而得到了这常，那就是心里住常了，住相。住藏身心、啊、那不是菩提啊，啊，那只是压服的、啊，这方便无益啊。所以你所修的都没有意义、啊，因为你不能开智慧啊，不能证菩提啊，你只是服烦恼而已啊，啊，你不会造业服烦恼啊，但是你不能出三界啊。所以无生常过故，如来非常啊，啊，所以你如果是你用无生而得到常啊。这不如来的不是这样的常啊，哈、啊，如来的常是他的法性如是啊，他法性就像水，如来的真常是法性如是，就好像水的造性是法性如是、啊，他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啊，本来就会显空中倒影啊，啊，这法性如是不是住啊，啊，那为什么他？失去了呢，因为它在动。为什么你现在五蕴是体性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呢？是佛性呢？你为什么没有三明六通啊？因为你在攀缘呐、啊，你在攀缘，你在不断的取舍分别啊，所以它不能显呐、啊。所以那个水在动啊，它都不能照啊。它那风平了水，水静下来，它照了跑出来，所以它非常非无常啊。那你什么时候你了解真相了以后，你放下妄想，放下。放到最后，慢慢，啊，就好像我刚才所举的，你晚上看到的那个树底下的归隐，刚开始了解真相以后，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啊，所以为什么叫离可顿悟，成悟并消？知道真相还不需要再这么多的啰嗦了。那四悉见处，因次第进，这一些的那种感觉，你要放下，慢慢放到最后，不放而放的时候，你神通全开显出来的。所以你在这个修正的过程中，如果你真的能够放下万年的那个力道越来越小，你那个你那神通就慢慢从你自信中跑出来，因为它本觉嘛，它本来是觉照嘛，觉照一切嘛，啊，并不是真的有六种，那其实只有一种啊，啊，只有一种啊，这六种六通合起来只有一通，为什么？啊，如来藏妙真如性的通就只有它。所以我们叫六根，那其实就一精明，原是一精明，是造了业才变成六个啊。它本来就一个一精明啊，所以到了破四因正真如的时候，一带六，一个手指头就可以带眼耳鼻舌身意啊，一个手指就行了。这楞严经说的好清楚啊。所以当你将慢慢放到最后，哎，你心在静下来，你的神通就慢慢开显了，啊，在相似位就开显出来了，相似真如。出性原出性别出处就开显出来了，啊，对，到了，人叫七性别叫七住了，好了，那个漏尽通也开显出来了，但是那是破分段生死啊，别离生死还要继续修啊，别离生死有这个有这个方便土的别离生死，也有十报土的别离生死，啊。这破根本无明才是变异生死的因尽，啊，这十报土的变异生死到了妙觉位，四十二品无明全断尽了，才是变异生死的果尽了，那就是长吉光土了，身土不二，整个境界就是自己，每个人都是这样，整个境界都是自己呀、啊，啊，所以以无生常过故，如来非常，啊，我们接下来请看底下这段经文，护持大会。更有一世之如来藏，会说之后为无间所得住藏，故如来藏。他会若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必定住。声闻缘觉诸佛如来无间住，不住虚空，也非渔夫之所觉知。大会
如来所得处是般若所心，非心意识，比诸因界入处所心。大会，一切三有皆是不实妄想所生的，如来不从不实虚，不实虚妄想生。接着佛陀告诉大会菩萨，还有一世之如来常，这个常是真常，你常与无常的真常，哈，所以佛法里面有三不退，啊，对不对？一个是什么？位不退，第二是行不退，第三是念不退。到了某个程度就再不退，所以我劝大家，真的，我常讲，我们真的目标要看得正确啊，真的。世间的一切名闻利养，一切的财富，最后都归零了，一定要看清楚啊。很多学佛人他虽然在学佛，但是看的还是世间财力啊，现实功利啊，还会羡慕人家开好车子住豪宅啊，这个东西不值得羡慕的，最后归零。对，你吃的再好吃了，对不对？吞到喉咙没有了，你睡得再好，睡两天又睡不着了，对不对？没有用了，这就是归零的啦。唯有你修行，努力修，真的，只要你努力，真正能够放下这世间的这些五欲六尘啊，哈，真的要混个位不退，讲混是很不礼貌，对不对？因为你混不得啊，对不对？我是开玩笑讲的，真的用功，哈，要达到一个位不退不会太难，你知道？你真的用功，但你要行不退啦，或者念不退，那就有时候那就真的要我们讲叫多生多劫的，因为阿罗汉也会行退掉啊。当他受到了逆境，他还是在入偏的涅槃了，哎，所以真的能够达到行不退啊，那也不容易啊。但位不退是最重要，为什么呢？位不退这个位阶以后啊，如果说西头小圣的西头王国，这一定证阿罗汉国；那如果是大圣的位不退，是保证成佛，是成佛保证班呢，因为他位不退了嘛。那你位不退，如果你今世啊位不退的，那就人家出心比较出诸位啊。啊，你来生回到人间也好，也许你有隔音之谜，受了父母的遗传基因影响，也许迷惑个几年，一下子又开始学佛，哇，不要一年又恢复原来的样子，马上恢复原状了。我常常举窥基大师啊，太迷惑颠倒啊，那三车和尚啊，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马上获以前学到全部又回来了，啊，让他行不退以上了。一向就回来了，因为如果说是，如果是到了念不退，那没有可言之明的，除非他是故意表演的。须菩提尊者说得好清楚，我在母胎就知道了，他就知道他真的他的表演，他母胎就知道了，啊，所以三不退啊，没有可言之明啊，三不退没有啊，三不退念念都流入娑婆若海，念念都跟菩提觉性相应，那怎么会有可言之明没有呢？所以你就知道，如来无间所得智啊，一劳永逸，一得永得。但是要达到三不退，念不退，念念犹如娑婆若海，念念哈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念念自见，念念见性，永远都是这样，一得永得，一劳永逸，只有这个才是永远呐、啊。你知道，如果你得到三不退啊，哇，那真的太舒服了。所以我常讲。我们修行常常有讲易行道，啊，易行道，啊，我们往往再把这个法门分易行道、难行道，这个是方便说的啦，你知道，法门都一样，都难行道。我告诉你，法门都难行道。你以为念佛那么容易，就到极乐世界啊，啊，那这去的人没有几个啊，万修万人去，到最后去的没有一个啊。在向法的时候去了只有两三个啊，那末法了不晓得有没有人去都有问题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念佛好像是万修万人去，净土中的大德都告诉我们啊，念佛有一百种果报的，有的是生净土，有的是堕阿鼻地狱的，有没有？所以通通是易行道，因为你要用功啊，你这些佛号不能功夫成片，你怎么伏烦恼？功夫成片出的只是伏烦恼而已，还不达不到圆伏，因为出的功夫成片是什么？你知道佛号在心里转，
他心里转，那是出了功夫成片，你知道看得到他的心里转，他一直在转，一直在转，那当然烦恼进不来了，因为他土号取代掉了，啊，那生了功夫成片了、啊，你没有感觉，你在念佛，你没有感觉，你没有感觉了，已经没感觉，但是你注意看的心，佛号在心里转，那生了功夫成片，那就可以契入念头上面，到了这样。你没有感觉你在念，你也没有感觉心在念，但是注意看心在念，那就很深的功夫成片，这个就会缘浮烦恼，缘浮不浮而浮，不浮而浮了。你看，这个可以契入三昧了，再上去就是一心不乱。你看呐、啊，你看看一般念佛念佛，你看那念念，你在旁边说了他一句坏话，他马上听到了，哦，听得好清楚，马上跟你吵架，对不对？他为什么不念佛？因为他在听你，他的眼神怪怪的，一定在说我坏话。他的嘴巴在念，耳朵都在听你的话，很容易被境界拉着跑啊！你怎么能够伏烦恼啊？所以没有一法门不是难行道，啊，都要用功啊。那有的是知难行易，有的是知易行难。净土法门是什么？是知易行难。知道念佛一句佛号，哇，一直念，一直念，啊，那像一把倚天长剑，挡住外面的一切烦恼，这知道很容易嘛，对不对？一起行动力，跟成一接触阿弥陀，阿弥陀，接触碰到好的啊，坏的顺境逆境的阿弥陀，阿弥陀把它挡掉，啊，这个中道现前，对不对？顿中现前，遮两边，这些佛号来遮两边，哎，这个道理，懂的知易行难，做不到，很难呢、啊。那要真正用功去念呢、啊，在静态中努力念，在动中才能够做得到啊，所以叫知易行难。另外一种叫知难行易，我们写的就是走这条路。要知道好难哦、啊，你能够感受到这个空的吗？多难呐、啊！啊，你没有认真福慧的资粮啊，你看不到的、啊，你只是懂，但是想半天想不出来，这明明有，怎么会是空性？你怎么他知道他是一种功能变出来，他是一种能变出来？这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怎么会是如来藏？这心色法怎么不？这明明是心法是觉性，色法是无情物，怎么会是一样？完全一样是如来藏，你完全感觉完全一样，一点疑惑都没有耶。这都啥呢？没办法讲，就好像摆在你眼前一样。这叫知啊。好，我们走的是知难行易。当你真正了解这个，也感觉到这个，你要放下太容易了。你看，就像你看完电影，对不对？你不会被电影里面金银珠宝迷了，太容易了，对不对？但是你到珠宝店看到就金银珠宝，哇，天天就想，哇，那一颗太美了，哦，那有钱你都把它买了。你看到电影有比那个。金银珠宝店的电影院里面的珠宝更比它更大更漂亮，你有去想念电影院的那个看电影的那个金银珠宝，你会想吗？不会啊，因为你知道电影嘛，一样的道理，你知道这个影像而已。如来藏随缘不变，变出来它体性的空性是第一义空啊，第一空它是一种觉性的功能，是一种不能思议的能量，一种功能变出来的世界，变现出来的色法心法，全体做一个如来藏，法界即真如。你很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知难啊，这个难，要放下就容易了。问你是空的，对不对？对不对？你这个空的东西有什么好放不下？对世间的这种啊，你会为什么？你会把世间事做得好，有世间事，没有世间义。我看世间呢，有这个啊，我教小孩要教什么啊，什么感情哦，一大堆。我们有世间事，没有世间，我们努力做。那心里不用，没有怪，这个没有办法，个人有个人的命的、啊。那谁愿意坏的，绝对不希望坏的，都希望好的。那人间本来是好坏参半嘛，没办法你，对不对？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你要知道人间法界就是这样的境界、啊。那我们尽力做，对不对？那没有办法，谁愿意去得到这个新冠肺炎？但是这得到了怎么办？有世间事，没有世间义。你看，你我们看看报纸，那对不对？哈、啊，那个埃及回来的，他已经住了14天，又被打了几次了？什么什么 CPR， 是什么什么什么快筛的什么？说没有拿 OK 来回去了，各位的因太太，各位的因家，谁干？你有什么办法？命中啊，你要知道有没有？报纸是不是这样登的？没办法了，防不胜防啊！这世间就是这样啊。我们要学习有世间义，但不能不负责任。那世间事我该做的我做圆满了，其他没办法。
各有各的命运，没有办法，这命运啊，啊，人有命运啊，命运要自己改善啊。所以平时要真的要广修一点，积一点正能量，他才有办法改变你自己的命运啊。真的，积正能量非常重要啊。真的，我那一天呢，真的，连我的家人都觉得很压抑啊，真的很压抑。哎，我开车啊。啊，那个假期那个时候，我一碰到假期会开部23年的老爷车，特斯拉的老爷车，我在开的车，你看我摩托车也是很老啊，对不对？我的汽车是很老，所以我很安全，都没有人会偷，对不对？因为那个车子已经不会折旧了，非常好。为什么不会折旧？当你不开就有报废，所以不会折旧了。老爷车，对不对？我开。还不到林口，告诉我内侧那100多公里哦，开，你还有在的家人呢、啊，哦，突然咕噜咕噜咕噜，哇，好大声，咕噜咕噜，我家人怎么回事？说我也不知道，我赶快打方向灯，我打慢慢打慢慢，还好，嘿，那个车道车子还不会很多，反正运气很好，靠到最旁边，后面一部卡车，黄色的卡车，然后跟着我后面。我家人说让他过，他也需要过，我就要让他过，他就给我他有那个警告器，就会一直比。我下来一看啊，他是拖吊车，一看我前轮破到整个轮胎像烂掉一样，跟那挪起呢，因为100多公里的时速这样在减呢，你遭坑啊，你那坑啊，在空隆空隆空隆空就跑那个胎的圈，我想这胎圈大概完蛋了，那你的车子太危险了。那看我开那个车子，我就要收你的基本价就好，我不会给你加价，对不对？啊，给我抬到那轮胎店，轮胎店看到我这个车子，啊，他说哦，你这个这么老的这种轮胎我没有啊，我要叫哎，叫要等哎。我说哎，我有一备胎哎，那他好，我帮你换一备胎，他要帮我换了一备胎，换了一备胎，换了以后，我问他，哎，我多少钱？我心里在想这备拖吊车来这里，这起码买几千，对不对？他说200就好了，200，我就觉得非常啊，感谢啊，你才200块，把我一备胎换好，就跑到回来台北啊，换两个车胎，前面两轮，因为前轮一定要都一样的那个齿轮。我其实问保养厂，说我这个车子是不是设备非常好，让它破胎的时候会平衡？他说哪有那一回事，这破胎都会偏呢、啊，前轮呢不是后轮呢。你知道，我才吓了一身冷汗，那真的很危险。我家人全部在后面，100多公里的时速，这样空空空空这样而已，我连偏都没有，直直的稳稳的。一般车子爆胎会砰会偏掉哎，我没有偏，根本没有，只是空空空空空。他一边在跑练那坑，你知道？所以我跟你讲，平时要累积正能量，这个正能量就能够帮助你逢凶化吉呀、啊，把你化掉，转危为安呐、啊。你看。我根本破了他，我家人说，你这个破胎就好像是菩萨在帮助你一样。为什么？我根本不需要下车啊。那现在那个拖吊车很厉害，放到这里，我在想要怎么办。他那个车头可以这样放下来，卡到啊，他车头可以这样变成倾斜的，然后他用个铁那个 wire 锁，就钢锁这样伸下来，把我车子一勾。然后慢慢拉上去，拉到他车子斜斜，然后他又开始平下来，然后就开始就跑了。然后到了那个保养厂，他一样斜斜的放下来，然后那个 YS 的慢慢放下来，让车子下来，哎，他又跑掉了。你就坐在车子上面就可以了，他都把你处理得好好的，而不需要打电话，就那么巧，巧合到那么巧合。我爆胎，他就在后面等我了，对不对？就这么巧，真的，而且什么事也没有。就是轰隆轰隆轰隆，我看了吓了一跳哎，我还以为车子什么地方怎么会轰轰轰轰，原来他在遭坑啊，不是跑轮胎啊，是跑那个轮圈呐、啊，那个轮胎已经压到破到烂了，应该100多公里的速度在跑、啊，所以平时真的啊，这个时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们要多累积点正能量，不要随便用掉，到了你危险的时候，菩萨帮助你。两环事情怎么改，这都是真的、哎。我们并不是去求这个，我们目的也不是为这个，我们去修行。菩萨道本来就六度，那想不到他就会有这样的功
功能跑出来呀、啊，啊，好，所以我们在讲，哎呀，所以诸佛为无间所得住常，是故如来常。所以我刚才跟你讲过，哈，有道的念不退，它包括在母胎都不会退掉，那是真常，永远都是这样。因为它真的，它没有往外缘，它干嘛需要放下万？它不需要了，它永远都在这个中道实相心里面，永远都是用的是如来，用的是如来藏妙真如心，用的是佛心，因为它不会往外缘了，它也没有不要往外缘的这个念头了，哈、啊。他不需要，你有不要往外的念头，还是在觉照、啊？他不需要，他离了一切的觉观呢、啊，尽智双明，能所双亡，才能够达到，还破无明，达到念不退。所以你达到念不退，三不退啊，成为一切诸佛，啊，你的修行真的是快乐的不得了。但我刚才讲了，所有法门都是难行道啊，真正到了易行道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到了，言教出心，比教出诸，断见后。啊，断见后，不以万法为理，啊，不以万法为理，他行，他不会跟万法为理啊，啊，所以我更不入尘了、啊，那就真的易行道了。原教初心就这样，因为他了解实相啊，他你看，如果是原教透过五品弟子位，啊，从这个随喜读诵。说法正行止观旁行六度，他那时候正行啊，这个空性已经了解了，所以他正行止观在对峙旁行六度，再提升到五品弟子位，最后那一品就是正行六度啊，正行六度表示他世间般若开出来，但烦恼没有断了，但完全可以扶住了，正行六度可以行六度了，再上来那就原教初心。你看他整个行六度啊，他了解空性啊，所以到了圆教初心的时候啊，他不以万法为理，更不入尘，啊，缘浮烦恼，更不入尘，啊，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但还有觉观，他还有觉照，我若无心，一万物何妨？万物常为老，这样的修行才真的是快乐，是正相似真如啊，就入了易行道，啊，他未不退。啊，未不退一定要到这个八信啊，这未不退到了八信以后，八信原叫八信，那就行不退，再也不会想要休息一下，念念都是用功啊，啊，在别教在八住以上，行不退，绝对不会再想啊，我在涅槃境界休息一下，不需要，念念往前冲，到了破无明了，成法身大士。那修行是快乐的不得了，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永远是常乐我净，啊，分正四事无碍，心想事成，三明六通，游戏法界无量百千万亿化身，那个修行是快乐的不得了，再快乐的不得了的修行里面，啊，在极乐世界的修行，圆成佛道，成就无上佛道，啊，那真的是什么叫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只有心性有，其他地方没有。为什么叫极乐？你知道吗？所以大家要知道，他讲经这个法有它的法义在啊。乐有很多种啊，乐有世间的无义乐，不能说无义没有乐，只是无义的乐是麻醉。你习惯了，分量要加重，没有加重就不觉得乐啊，要加重才有点刺激感。可是重到一个程度，你身体受不了，啊，就跟吸毒一样，刚吸也快乐的，这个飘飘欲仙了，这养成习惯了，你没有吸它，没有吸毒，很痛苦啊。那吸的变成止苦而已，没有乐，所以无意的乐，最后带来的是乐苦啊，不会真正乐。所以要禅定，在修行，修禅提升就禅定乐，禅定乐会退失啊，这禅定会退失掉了啊。所以是禅是空啊，它是禅定乐，啊，但禅定乐。是虽然时间长，你即使升到了四禅天、四空天，这时间很长，但是退失掉了，乃至于四空天会堕到三恶道去啊，所以毕竟还是苦啊。那再提升，就阿罗汉的涅槃极境的，最在极境三昧九里面，可是有体无用，像昏睡一样，对不对？啊，他就看到了世间怎样，他也不理，啊，就像那个
那个喝醉酒看到什么，他和吞吞的一样，所以醉在几进三面酒里面，啊，涅槃几面乐有体无用，啊，他也是乐，那比那个禅定乐，啊，更舒服，因为他对不对？他在那里面呢，他不会生死轮回啊，啊，他不会生死轮回啊，但还好佛陀，啊，在这个小乘经典里面都有讲大乘法义，在两万大劫他还会小向大的。再提升就是菩萨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哦，游戏神通哦，变化自在。可是他的游化法界里面，他心是寂静永安的，他不会受一境的影响，他有体有用啊。所以借菩萨的这个游戏神通修中观，游戏神通三昧乐，最后破无明正法身，成为一切诸佛，啊，证到什么三德涅槃，真如，啊，那个。即法身就真如，就佛性，佛性就有它的相，它的用。即法身，即般若，它的相就般若智慧，哎嘿，即解脱。所以我想，到了你证了三德涅槃的时候，一切的苦乐顺逆境界，包括被刀割、被针刺，包括享受这个人家给你按摩什么样，他完全清楚。可是，对不对？这个清楚的无上菩提解法乐，但是呢，他永远都寂静永安，无上涅槃即灭乐。不管是苦乐，完全都变成智慧。你像这我们想不到的，完全通通化为智慧。所以叫即法身，即般若，般若就是智慧嘛。了解清清楚楚，一切境界清楚，不是顺逆。所以菩萨知道人间的苦，但他自己不会苦，因为他变成了无上菩提皆法乐嘛。可是在这里面，虽然受了顺逆境界，他还是在无上涅槃寂静乐里面呢，寂静永安呢。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永远在常乐我界里面，没有一丝变化。啊，那这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也就是即体大，即相大，即用大，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前面讲的如来应供等正觉这三事，这是三而一，一而三呢。有体就有它的相，就有它的用，这是最快乐的，最高了，没有办法比它更高，这叫极乐。这极乐在哪里？你的自信才有啊。要见佛性啊，佛性里面才有这个东西啊，才有这个法位啊，正法性才有啊。而这个到了三不退，是一德永德。所以我说，你到了三不退的修行以后，是快乐的不得了。你到了相似际以上，是易行道，因为它不以万法为离。那前面的修行在四修上都是难行道，千万不要以为那净土是易行道，通通在。入门都是难行道，没有真正下一番功夫，啊，是很不容易进步的啊。所以啊，你看，为无间所得住常，是故如来常，一得永得，一劳永逸。所以为什么《金刚经》讲一句四句偈，远胜于恒河沙世界的七宝布施？因为那个布施有用尽的一天。啊，也许哪一天做了一个哇，一个发了一个称心，发起了一动，一场宇宙间的世界大战，宇宙大战，核弹爆发怎么样？哇，你修了红沙世界的生命布施，一下子，啊，爆掉了，三代六劫，一代千空，啊，累积了半天归零，所以呢会退失，啊，佛法。这个一德永德，一劳永逸，永远不造业，啊，因为佛性非善非恶，它是真理的化身，它离善恶两边，它是真理呀，啊，真理不属于善恶啊，啊，善恶是有相，所以真理有时候恶相是真理啊，啊，有时候善相是真理啊，真理不属于善恶的，真理是觉啊，那真理是觉啊，所以这个是故如来常。接下来佛陀又说明大慧。若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必定住。声闻缘觉诸佛如来无间住，不住虚空，也会凡夫之所觉知。啊，假如如来不管是他有没有示现在人间，有了示现在法界，而这个觉性永远常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永远是常寂光土，圆照浩瀚的宇宙。这觉性永远都这样，所以这个不好体会。我只能够用外道他们讲的。但外道他们不了解法界本来就一心，对不对？外道是怎么讲？这宇宙有个宇宙心，对不对？我们是人心，所以我们要跟人心要跟宇宙心合而为一。
那宇宙心是永远照着宇宙，永远看到十方浩瀚的宇宙，这个六道啊，十法界，永远这宇宙心都看到这十法界啊，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看到这十法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永远都看到，他能看所看，心外见法，却不知道这个全体就是一心，这全体的如来藏妙真如就变现出来，他还有个宇宙心，这宇宙心能够知道十方法界，哪有这样？他本身就是他的心外见法，但他这样解释我们容易懂，对不对？哦，这个宇宙心，他永远就是这样。我现在用这样来比喻，如来他就这样，就比如像外道一样，他永远都是圆照十方法界，但他不是圆照十方法，因为他是大圆净智，他本来就是一心嘛，他就是常寂光土嘛，常寂光土嘛，身土不二嘛，整个十法界是自己的身，自己的心，全体就是自己，没有大小，没有距离，没有远近，不很近的，没有大小，他永远法性就是这个样子啊，永远都是这样。那只是呢，佛在这个集而照，照而集，你什么地方因缘成熟，不需要打妄想，不需要起心动念，自然相应应现，百千万亿化身，众生有感，菩萨有应，自然应现普度法，普度众生。所以如来出世或者如来不出世，这个常寂光土永远都是这样，集而常照，照而常集，永远都是这样啊。所以你一证一得永得啊，但如来是绝对饶益有情的。那阿罗汉呢？他一样入这个境界，缘觉也进入这个境界，但他只能够造成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生缘觉只能够造了一个三千大，永远造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但是因为他最极尽三昧久，他虽然能够看到这三千大千世界的现象啊，相性体力作，但他不想动，他看了。视而不见，对不对？听而不闻，根本不理，理都不理。他在这里面沉睡在那涅槃极境，那他藏在哪里，你也找不到。他在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完全找不到他什么地方。但这个地方很不可思议啊，他就在这里面。所以圣严觉，他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哦，你不要小看他哦。但如果你是破一分根本无明的法身大师，是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哦，破两品是一千哦，这样一直辈辈增上，辈辈增上，到了十地菩萨满心是圆照浩瀚的宇宙。但因为他还有一点维系的，十地菩萨他是果地劫嘛，十地等觉妙劫，这三个是果地劫，论证不论修的，所以他是圆照浩瀚的宇宙啊，但是。这个实地跟等觉还有一丝丝的涟漪，你看，如果是水面上有一丝丝的涟漪，你看那个月影就有一点点波动，对不对？那如果完全没有涟漪的话，那个月影就好像长在就好像水中的一样，在水的上面。所以我常讲，到了常寂光土的那个月影，就像那平静的水面的月亮，猴子都会上当，以为水中有饼啊。那等觉实地还有一点点的涟漪。还不叫身土不二，不叫常寂光，只是分证常寂光，不是真正的常寂光。那常寂光叫身土不二，全体就是自己，不是说有个宇宙心在照了其他地方，不需要，全体就是自己，就是自己身土不二，心土不二，他永远法性永远是这样，十地菩萨就这样了，但是还有一丝涟漪，等觉涟漪更小，当然妙觉完全不动，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永远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如来无间住是这样啊，所以他不是在虚空啊，不是像虚空什么都没有了，虚空是完空啊。像阿罗汉他在涅槃极境里面，他也不是住在虚空，像完空他不是，但他在哪里你根本找不到啊。但他的觉性造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但是呢，他不理你，他所以佛陀说他坐在极境三昧久里面。三昧，定慧等持极尽三昧，醉在里面，涅槃极尽。他虽然看了也不理，听了也不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理。如果他理了，跑出来了，那个菩萨回小相大，就这么简单。他看到啊，水大，我赶快出来帮忙，他还回小相大，有几有用？他马上可以出来哦，马上可以现身了，一声声马上出来哦。但他不理，他醉在里面。啊，极尽永安，但在哪里你永远找不到，所以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声闻缘觉诸佛如来无间住，不住虚空，也非于夫之所觉诸啊，他在哪里呀？又在哪里呀？所以你如果用功，佛随时可以现身，
用浩瀚的宇宙就他一个体性的，那你要去找佛，找不到啊，你去哪里找？啊，你要找佛三十二相去哪里找？啊，你要怎么找？悟了，悟了什么？全体法界的真如，就是佛性，它变现出来的。所以你离相，嘿，离了相，你所看的都是如来的体性。所以《金刚经》说得很清楚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说得很清楚，因为它体性的如就是真如，当都是真如，随缘不变，如来藏，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它永远都是保持如来藏的体性的。但是你着相，它不现；你离了相，原来它体性的如来啊，所以你就见到真实的如来啊。所以法界即真如，真如就如来，整个法界这个如来的体性呢、啊，不是那三十二相啊，三十二相是修佛陀万德庄严得到了这个相，百福修的一相，哈，一共得了三十二相。这不是真的，真的是一个体性才是真的、啊。所以啊，不住虚空也会凡夫之所觉知。我这样说明大家理解吗？知道我所说的意思吧？好、哦，那大慧如来所得智是般若所熏呐、啊，所以说如来的智慧、啊，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啊，就知道该怎么做。如来这个智慧，啊，这个无上菩提呀、啊，觉法乐，如来这个智慧呀、啊。这无眼圆明呢、啊，啊，什么叫？我们讲声闻圣二圣有一切智，知道一切法空；菩萨有道种智，知道一切法的差别相；如来有一切种智，对不对？一切种智什么？就是一切智跟道种智达到最圆满，就是一切智。那如来的无眼什么？肉眼、天眼、慧眼、华眼、佛眼。佛眼是什么？这四个眼达到最圆满就佛眼，就这样，就是也就达到最圆满叫佛眼。这佛如来有这五眼是怎么来的呢？这离相所修的啊，离相啊，般若所熏之离相，离相。所以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啊，从离相啊，所以离相多重要啊。但离相啊怎么离呢？啊怎么离？啊怎么离？我前面一直在讲重点，知道空性。你不知道空性，对不对？那就用压的，啊，就像沃伦禅师就用压的，他有功夫，他的理就压住，让心不起，啊，那心起有什么关系呢？有心，有你的心就有它的用啊，有心体就有用啊。你现在是着相之用之生烦恼，这心意识的牵流啊。离相之用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大机大用啊，啊，你离相之用就如来佛性的体用不二。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慧能有伎俩，慧能没伎俩，不断摆思想，见入心竖起，菩提怎么长？那就是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离相之用啊，就是如来啊，啊，它是自身自显的。所以啊，如来所得的智慧是般若所熏啊，是一直修离相啊，不执着，从离相离到最后，啊，我没有着，干嘛要离？我没有去执着，为什么要去离相呢？因为你着了，所以才要离嘛。那我们在修般若的过程中，就是离嘛，离到最后我没有着，干嘛要离？因为为什么没有着？因为你跟空性完全契入空性啦、啊，那就不用离了。那这样你在修正的过程中，你所修的这些啊，这无量法门，通通消归自性，消归空性里面，变成如来的智慧啊。所以就叫广修厚德智啊。是在接触境界修离相而得的，而凡是般若所熏的、啊，真的叫离一切诸相地名诸佛啊。那我们凡夫是心力士啊，心力士的攀缘呐、啊，起心动念呐、啊，啊，攀缘有无，攀缘断长。你看外道攀缘断或者长，直断直长，那都是攀缘呐、啊，心外见法呀。所以阿罗汉辟支佛没有离开心力士啊。他没有离开心力士啊，因为他还是往心外见法，这圆呐、啊，圆了涅槃极境，心外见涅槃极境，心外念无常无我无漏无尽，他还在心力士的牵牛啊。所以你要知道，阿罗汉辟支佛，嘿，他用的是七世的净分呐、啊，清净的，所以七世是分别一啊，他七世净，前六世根的清净啊，啊，那我们嘿。
我们的七识用的是什么？染分，用染的，念念攀缘为六尘染分了。所以七识我们用染分，前六识都跟着染污了。所以阿罗汉辟支佛用的是清净，所以他前六识都清净了，但是他还是心意识的牵牛，没有证真如啊，没有见佛性，还是用的是心意识啊。所以心意识是叫心意识的心外见法，不见自性。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先悟啊，悟。悟法界即真如，悟本心，悟如来藏，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们下一品明因介入就告诉你这个真相啊！啊，回心力师啊，彼诸因介入处所心啊，那比我们的凡夫外道就是这样。凡夫外道，我们凡夫的因介入，念念攀缘，攀缘五欲六尘，这最初的啊。那四禅八定，有的攀缘喜乐，有的攀缘舍念清净，有的攀缘灭色归空，那都是往外。往外缘呐、啊，那生无年劫也是往外缘，缘的涅槃极尽，缘的无常无我无漏无尽呐、啊，往外缘，这都是心意识啊。所以，这个佛陀在这个《了义经典》里面劝导那个阿罗汉，一定要回小向大。你们这种心意识的牵牛在修行，要回小向大行菩萨道啊。最后啊，因缘成熟，六尘说法。叫你忽然顿悟自心本质清净，圆满烦恼，即恒沙妙德，啊，直驾慧取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你才能够成佛啊！啊，所以佛陀那个话讲得很重啊，说如果你不回小向大，你觉得你这所证的就是真实的境界，你跟外道差不多，啊不啊，你不是我的弟子，你跟外道差不多啊，你心外见法，你是心力士啊，不是用了佛性啊。我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啊，这要你成佛啊！哈，我星期二我在讲，成佛是得了什么道理呢？得了什么？找到你自己而已，真的找到你自己的，你自己啊，悟到了你自己，自己念念相应了，那就成佛了。找到你的本心，你悟了本心，你才能够守本真心啊！你不悟本心，怎么守啊？悟了本心啊，所以叫。禅宗叫不悟本心，学法无益啊！成佛就悟了你的本心，你的本心就是佛啊！不着有无两边，不着相待能所断常有无，因为你着了，所以用不着啊！你用不着有无两边去破了着了有无两边，不着也要放下。中道实相心现前，中道实相心就是如来藏，就是佛心啊！所以这个彼诸因界入处所心呐、啊，这凡夫外道是因界入。所心啊，是向外见法，心外见法。大会一切三有皆是不实妄想所生啊，如来不从不实希望妄想生啊。三有的攀缘，全都是攀缘，不实妄想，实外境为有，不知他万法当体即真如，当体都是第一空，他梦没有醒啊。有的我们做人间的梦，有的是做天上的梦啊。生无年劫做涅槃的梦，他涅槃起来是心外见法，涅槃的梦醒过来才知道法界即真如，法界唯有一相，只有真如，第一一空，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三德密藏，常乐无尽，那才是真法呀。好，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记，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